足长你脸，别保留你们那些愚目的判断了，你别再犹豫避免，现在战队站慢了，国足有实力证明他们现在犯案了，现在国足给你长脸，别让国足长你脸，现在没过春节，所以当前还是马年，中国队就像一匹黑马攻入你的阵线，把你攻陷，疲软的状态都是从前，都知道老马识途，所以我们回到正确路线，有八年没有出现亚洲杯，还没忘1-5也输给泰国国家队，即便8-0被巴西踩踏都全军崩溃，但是中国队都依旧坚持战斗不会后退，2010年我们完胜韩国，19-0成为关岛恶魔，曾经也让英国颤抖，迫不得已去做中国情报工作，国足也在热身赛上扑灭法兰西的炮火，难道没人记得这些我认为的傲人战果，感谢那些刻薄的评论让我们能够看见自己一切的弱点，感谢那些疯狂的球迷让我们能够坚持自己勇往向前，抛开低潮惨淡去实现承诺球迷的诺言，这些亚洲杯根本不需要打平才能出现，国足带来你在绿茵场的期盼，用第一名出现反击了那些批判，在球场进攻势如破竹肆无忌惮，是国足给你长脸还是国足长你脸，别保留你们那些愚目的判断了，你别再犹豫避免，现在战队站慢了，国足用实力证明他们现在犯案了，现在国足给你长脸，别让国足长你脸，王大雷扑出点球于海破你防守，鸳鸯拐配合凌空站在武林一枝独秀，孙可点你死穴你来不及扑救，1分钟告诉你谁才是社会主义领袖，根本不管澳大利亚袋鼠是何陷阱你们只能逮捕，想想沙特跟乌兹别克斯坦都现在成为阶下囚徒，朝鲜你们别想反弹，下一届再自寻前途，虽然确实还有不足，但我们知道不断的进步，所买了中国的输球的人怎么全都傻了，所有跟中国对着干的怎么现在全都垮了，那些两头倒的球迷你们难道都瞎了，自己的球队不支持你们都干嘛呢，看什么只能同甘不能共苦，还是又说到痛处，你们只能动怒，别让那些历史的成绩把你们一夜障目，英雄也不缺乏出身，现在国足已经上路，国足带来你在绿茵场的期盼，用第一名出现反击了那些批判，在球场进攻势如破竹肆无忌惮，是国足给你长脸还是国足长你脸，别保留你们那些愚目的判断了，别再犹豫避免，现在战队站慢了，国足用实力证明他们现在犯案了，现在国足给你长脸，别让国足长你脸，1-0